演出时请记得将手机调为静音或者是震动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继续。拍照的时候请记得不要使用闪光灯。好，不要乱拍啦。这里太黑，拍不到你嘛。等等，舞台灯就亮了，别急嘛。还有，这里不能吃东西哦。对，跟你们说这个超好吃。哎、对对对，这里不能吃东西啦。哦，好了，兄弟。还有，最后要记得你们热烈的掌声哦。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为了维护演出品质，手机铃声叮铃，闪光灯开发，还有礼堂里面不能吃东西，还有不能喝饮料。乐场之间嘟嘟，乐场之间嘟嘟，不能拍手，这里又不是古典音乐会。那么想拍手就拍手，想笑就笑，想哭就哭。感谢大家的配合，祝你今天有个有个美好的夜晚。嘣嘣嘣，温暖又真有味。总是粗暴的礼金水壶，吊儿郎当的勇士，孤僻的好强。你能当人那年拉屎。只要我
补什么妆？再补下去都要变成鬼。詹永平，怎么可以这样说啊？我可是获选过全台北市最漂亮的助理小姐耶！你那个妆，我看应该是全阴曹地府最漂亮的助理小姐。詹永平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不要侮辱我的名字，我最讨厌这样讲。好了，不跟你计较这个了。上次那件案子你整理好了没有？都已经拖了两个礼拜了，我怎么还没收到？什么案子啊？你忘了？忘了。哦，好吧。真是的，要不是你表现极为美好，我早就把你给放掉了。是是是，爸，爸。啊，对了，这份资料就交给你处理了。要不是有你那关键的发现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逮到凶手。是不是还不是需要我？你现在才会下下有名，哎，什么的把我放掉吧？是赫赫有名吧？你的国文造纸的很差。哦，好嘛，不理你了，大忙人，我先去忙哦。你如果有事再叫我吧。大忙人。多久没听到这个词了？也难怪他就这样离我而去。喂，上次那件案子我已经呈报给上级了。啊？什么？你说那份资料有错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不是再三确认过吗？拜托拜托，那份资料真的很重要。你有病是不是？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家庭重要？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忙人就可以不理我们。没有。你不要让你儿子每天都问我说爸爸去哪里好不好？我现在在谈公事，你可不可以闭嘴？闭嘴？喂？你叫我闭嘴？你现在够了吗？你现在还嫌弃我这个老婆是不是？每次你说你要陪你儿子玩，结果呢？你不陪儿子玩就算了。我有陪你呀、啊！到底把我摆在哪里？我没有把你。时而陪就算了。我没有时。你到底要让我跟你儿子失望多少？我没有让你失望，好不好？你干脆一辈子当个大忙人吧。大忙人啊，也难怪，就这样离我而去。现在只剩下儿子了，还是多陪陪他挺好了。我的成绩。
这么完整，还不喜欢老师总是把我当成一场白痴，我快要尴尬爱他了。他是谁？他是谁？我的眼中有个我一样掩饰的灵魂，为什么他让我的爱情记住的把握没有可能一切都是假的。
我回来了。哦，你回来啦，难得难得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哦，是哦。哦，不欢迎你妈回来陪你吃饭啊？没有啦，就今天音乐考99啊，是我大家都没错的那一题。哪一题啊？台湾知名作曲家，答案是文达啊，我就写达文西。哎呦，你怎么做这一题？记不记得我这一才刚跟你讲，那最近的我隔壁文达哥哥啊，他才刚结婚哦，啊，又是年轻的作曲家，又很厉害，他娶了一个美娇娘，街坊邻居都羡慕的样子，你怎么还做这一题啊？哎，不管，我们来试试。你妈今天可是做了一个爱心便当。Thank you.
人的资料给我看看。在忙吗？正好，快来帮忙吧。好啊，哪些资料吗？都在这里啊，快去吧。第一位嫌犯说他不在现场，是因为目击者说他在银行。不不，在犯罪现场找到他，一个烟灰缸。烟灰缸。第二位嫌犯说他不在现场，他当时坐在公车过海座上，但是在犯罪现场。烟灰缸、印章还有他的拐杖，这些东西怎么有些不合理？不合理，不合理。现场是不是有踩到他们犯人的指纹？并没有，并没有。现场是否真的有他们的凶器？是水果刀吗？是水果刀。我们大概知道犯人有哪些手法，他还没害人，是还没有他的地喝下尖叫，一个大小尖叫，理所当然被害的失去人家的必要。我推测嫌犯拿出水果刀还有手套，一定还有鸭舌帽还有口罩，就是为了躲避监视器的追击，然后逃之夭夭。所以是谁？是他吗？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杀了总统府的高级官员？看看照片就是键盘，键盘上的死亡讯息写着 A B D， A B D 的意思就是 A 对 A。那么，三位嫌犯当中唯一符合条件的就是，答案就是第二位嫌犯。哇，你们两位真太强了，这么难的案子都能破解啊！为了现场有他的印章，该怎么证明他是凶手？为了窃取公司机密资料，然后破坏。还有为父报仇的那颗可恨心。既然刚刚都说那么多了，那么所以嫌犯犯罪的关键原因就是衣服上的污渍就是血迹。哇，你们两位联手起来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真有病啊，你真是让我佩服佩服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少在那边阿谀奉承的。哎，爸，人家都在那边夸奖我们，你还在这边谦虚，这夸你大头，这个叫专业，你懂不懂？No， 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很强很强，比那个毛利萧郎还要强。毛利萧郎都要失业了。好啦好啦，难道你们的良心不痛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好吧。哎，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去讯问那个犯人了。哦，好，慢走不送了。行。儿子啊，我都不知道你比以前更厉害了。哎，从小就看你这样推理到大，一些基本的手法，哎，都清楚了啦。真不知道这些杀人现场对你有没有意义呢？是不会了，也是因为有兴趣，所以才会想跟你学啊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你要放着当警官，这么好的工作不做，跑来做的什么侦探？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人啊，一生追求荣华富贵，但家人永远追求的是一个完整家庭。这话怎么说？唉，以前我啊，就是太忙于工作，没陪你妈就算了。结果他还受不了，就离开了，想找也找不到。那你都没有想要透过你的专业去找吗？这也不是找不找得到的问题啊，以后再说了。好吧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回家小心啊。你要不要吃什么？我帮你顺便带。我不用了，我已经吃了，赶快回家吧。好。
可是爸说你一定过得很好，叫我不用担心你。可是我还是好想你。好久没见面了，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？
你烦不烦啊？哎呦，你嘴巴很溜嘛，好厉害！好了啦，四喜草。哎呀，同学们，老师的约会。哎呀，那个拿骰子去丢就好了啦。骰子六面四个选项，怎么丢？你认真要问是吧？对啊。哎呀，这课本上都有写啦，自己去翻。哎，这里啊，真的哎，哇，原来你这么厉害，看那么仔细哦。哎呀，我都 N N 不分了，明天呐、啊。哦，啊，真不愧是侦探的儿子。哎、欸，太厉害了，那才没有关系呢。哪有关系的、啊？哎、欸，走了，吃灯笼了。哎、欸，你还活着吗？走了，走了。吃吃吃。哎、走了，走了。你们先去好了，明天还要考试，我看一下书。啊，我看这个教室容不下我们三个人。为什么啊？这里这么大哎、欸，这么大，两层，不要当人家的烂客啦，底烂客啦。吵什么啦？同学，我是不是好像在捷运上看到你昨天捷运上那个怪人，你还不是一样？好了，骗你了。是说为什么好像都没有看过你啊？你是又来一个麻烦的人。我跟他们可不一样。我告诉你啦，我很会读书。哦，是吗？想不到你也会读书、哦。我告诉你啦，我只要认真起来吼，全班第一名，吓死你！哦，是吗？那很好啊。怎么不相信呢？没有，我真心诚意的祝福你。我告诉你啦，我只要认真，等我一下，喂。别再闹他了。你也喜欢他 Presto is Presto。
热热乎，心情是快快好。是啊，这碗咖啡很苦，一直以来都是店里面最少人点的。你们点的一样的咖啡很难得。谁要跟他点一样的咖啡啊？我也很喜欢喝 Presto Espresso， 它的苦味就像是人生缺少了什么一样。好，先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那我讲话都讲一半了。他每次都这样吗？上次跟他聊到我妈的事，他也是说什么以后就会等。我好像可以理解这个感觉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了，没什么事。你还不是一样，话都讲一半。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，到现在没有回来。现在我在这里没有依靠，也没有人可以分担我的压力。或许我还有爸爸，可是我真的好想我妈。我也是。怎么说？其实我很久没有看到我爸了。这几年来，我已经不知道家是什么感觉。原来我们有一样的故事。你怎么没有想过去找你爸？怎么可能找得到？每次我跟我妈提的时候，她就说什么，就不用我管了。这样子。对了，这样你可以找我爸帮忙哎。他是个侦探，他呢在找这个失踪人口方面，他可是专家啊。可是我爸不是失踪人口啊。好了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就把他当失踪人口来找就好了。好吧，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啊？谢谢你，其实你人蛮好的。没有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虽然嗯在你身边照顾你，但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就满足了。对啊，想说整理之后再回家。你也快点回家陪你儿子吧，老婆都跑了，儿子总该留下啊。而且不是有些人都说家人也不需要什么，只要能常陪在他身边就心满意足了。是，你这句话我会牢记在心的，快去送资料吧。拜拜。拜拜。
爸，回来啦。回来啦。这位是。你好，我是有事的同班同学，我叫郝强，请多多指教。幸会幸会幸会。他有一些事情想来请你帮忙啦，我就把他带回来了。哦，好，那请坐吧，请坐。你是助理下班啦？对啊，我让他送完资料就先下班去了。哦，好了，那你们聊，我去倒茶。好。你有什么事情想我帮你的吗？其实我是想麻烦你来帮我找我爸。你爸？为什么？我很久没有看到他了，这几年我用尽各种方法，还是没有办法找到。是啊，那你有没有任何他的线索或是照片？有诶，这张照片是很久以前拍的。没关系，照片就可以了。我可以透过我的警方朋友来协助你找到你爸。谢谢你。只不过我很久没有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小时候不懂得珍惜，长大才知道家的重要性。人都是一样的啊，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的重要性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却不能好好把握当下的时光。一个家没什么，但有一群爱你的家人却是不可缺少的。毕竟家人，他们呐，可是在我们面临到什么问题，都会无时无刻的陪在我们身边。我想我或许能了解你想要找你爸的心情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的找到你爸。真的很谢谢你，不好意思，你这么忙还来打扰。不会啦，拜托，你刚好是给他工作做好不好？他闲得要死。我哪有闲啊？郝强同学，你不要听他乱讲。我们侦探事务所的座右铭呢，就是只要你有任何疑难杂症，大门总是会为你而开的。不如这样好了，你明天来事务所一趟，我们大家一起找你吧。有事啊，你一起来帮忙啊。好，没问题。真的很谢谢你们哎，小事必装啦。果然是父子，讲的话都一样。时间不早，我要回家。好，那我先送他回去。好，那你回家小心喽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终于整理完啦，剩下的就交给你止水喽。幸好你还在哦！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刚刚发现我的资料有错，所以就回来修改。你以后做事小心一点，不然出了什么大事，我可帮不了。不要担心我了，我 OK 的。好，那等等这里，灯也就关了。先回去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最近还好吗？我很好，那你呢？
自私。现在你应该可以过得更好吧。忍耐着彼此生活，我看着。
看能不能从中找到你爸喽。嗯，
那如果你需要什么我的帮忙，尽管跟我说。既然你都这样开口了，那只好麻烦你从你妈那边得到你爸的消息喽。哎，爸，你都知道他妈每次讲到这个话题就闭口啊，你还叫他问？你就不是这样。没关系啦，事实都摆在眼前，我还是去问一下他好。好，就麻烦你喽。喂，妈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有些事情想问你。你有很急吗？我现在急着要去公司一趟哎。是不急啦，可是我现在就想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快到公司，我等下再打电话给你哈。好，那我等你电话。好，好，好，拜拜。妈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怎么现在会在这里？你不是说现在不是上班的日子？为什么？所以说你们不是说你要去不对啊？为什么你们现在会在这里？你们不理听我讲，你们现在好了，安静。你是跑船的吗？嗯。你又是我爸的助理，嗯，我又是我爸的儿子，所以好强妈是你的助理，你的助理的女儿是好强，好强又是我的同学，哇，不是啊，你到底为什么在这边啊？他其实是想要来找我帮他，我是麻烦侦探来帮我找爸，啊？你为什么总是不跟我讲爸在哪里？我只是不希望你失望而已啊！失望？什么叫失望？你不让我找我爸才叫失望！你为什么这么坚持一定要找到你爸？他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好找的？只有被强打罪被关进监狱就不值得了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因为这样的事情你就一直隐瞒我到现在。好了好了，你们有事好好说嘛，没必要那么激动嘛，对不对？对了，没有这么严重。我错了吗？我真的说错了吗？我每天那个时候每天努力工作，就为了还这该死的债务。你爸又赌钱又输钱，家里都没钱了，这样人到底有什么好输的？当然不对，你不该欺骗一个渴望家庭拥抱的女儿。难道你这样的生活还不满意吗？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那你干嘛骗我说我爸出远门？好了好了，你根本就不懂，不懂那些我要的温暖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不用等，不用等。错，我是对了，错。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没有做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不对？这就不是你们的问题呀。可是我只是想要保护你。好了好了，冷静吧。我曾想过
越想挽回，他反而越离你而去。但是我还是想要有一个爸爸。我想，尽管是这样，你们还是会尽他所能的去弥补这个伤口，好好珍惜和你妈相处的时光。等你出了社会以后，你还有多少时间能跟她相处？10年，还是20年？好好珍惜身边爱你的人，就是最简单的方法。嗯，我知道了。那我爸的事情，或许他一直在你身边。有事？别担心，他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没事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找我爸了。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身边有你们，再加上阿迅叔这个心灵导师，我想我现在过得很快乐。这样子啊？哦，对了。这个日记还给你。我的日记怎么在你那里啊？我上次在捷运上捡到的。我翻了一下，发现是你的，我就把它还给你了。这本日记跟我以前送我女儿的好像。是吗？怎么那么巧？李金水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嗨，好久不见。对不起，谢谢。没事啦，都过去了。那就后会有期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好照顾你自己，知道吗？你也是。拜拜。好强，妈，对不起，没事，我们会搜索。没什么啦，我先回房休息了。好。怀念的肉燥米糕。
面许多条纹让不加分，还有墙有高，我们之间情谊在更有味道。那
不会很想找你妈妈？其实我现在觉得找不找到她已经不是这么重要了，身边有爱我的妈妈，再加上阿迅叔有心事就可以来找他。我觉得我现在生活的很温暖，很幸福。你女儿一直都很照顾身边的人啊，你也是蛮照顾她的吧？这咖啡有种熟悉的味道。熟悉的味道让我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。啊，对了，人你阿姨怎么还没来啊？不知道哎，她可能快到了吧。女王驾到。欢迎光临。那这边你们都不知道，我找这个地方找超久，为什么要约到这么鸟不生蛋的咖啡厅啊？哦，人你阿姨你就别抱怨了，这里的咖啡很香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哦，说长官今天要喝点什么呀？你决定好要喝什么没？哦，跟他们一样。好的。人你阿姨真的超久不见了耶。哇，好强，你已经长这么大。人你阿姨你比以前更有活力了。那是当然啦，我可是新时代的女强人哎，一定要有活力啊！ Fighting！ 又来了。啊，时间不早，我还要去补习。哦，这么晚还要补习哦，真辛苦哎。哎，路上要小心哦。好，拜拜。哎，我跟你说哦，上一次我看那个杂志上面的那个包，哦，东西。来，坐坐坐。你说，快点快点，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也没什么的，是没什么啦。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开一间这么棒的咖啡厅，还跟我他女儿这么的要好。哦，是哦。那你们俩要不要干脆复合算了？哎，没人理由。有些事情还是不要让他知道比较好。毕竟要回到以前那个样子，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。哎，是说哈，到底我要跟这种病复合？神经病啊！要他复合，干脆叫我去撞墙算了。啊，墙壁在那边，请。真是受不了。哎，回来哦，回来，坐好，坐好。啊，人力，你没有打算要回去吗？我怎么可能回到以前那样的生活啊？那你们考虑一下。说不定我可以说服你一下哦，说服有病啦。不用不用，你们两个不要给我出什么馊主意。如果他不主动跟我联络的话，我是不可能回去的。所以他主动联络你，你会回去吗？这或许是可以考虑看看。所以你有打算要回去吗？考虑看看。最后一件案子了，嘿嘿，回去。啊，咖啡请你喝哈。谢啊。哎，你有空啊，打下这个电话哈。为什么？拜拜。东西呀。9879879879。喂，头家，你怎么来呢？我一直在等。
薪水竟然给我这么低。哇，我靠，打错了。看看啊，09879789978。您好，您好。喂，找哪位？请问你是？有兵，有兵，是你吗？你是人力？我。看来他还是没办法原谅我。喂，你有好好照顾你自己吗？有啊，那你呢？有，那有事他还好吗？很好，我都在花时间陪他。其实，你先说好了。我蛮想念你们的。我也是啊。那你现在是一个人吗？当然啊，工作忙得要死，根本没有时间认识别人。是啊。不过也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让我好像有点了解你以前的辛苦。那些都过去了啦。那你呢？你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那你愿不愿意再回到我们身边？你不知道啊，没消息就是好消息，没案子就是好案子啊。有这种说法吗？这可是侦探界的一大名言呢，没案子就代表这个世界很 friendly 啊。可是，只要我就是没有哥哥可以赚。李金水，你真的很累，垃圾桶好好在那边，也可以被你绊倒。哎，就他有的时候也会被我迷倒嘛。我回来了。妈，你怎么在地上捡垃圾？哎呦，你把它弄倒了吗？好嘛，你真的是大雷包，别说我，不要说我。你好，我来外送咖啡。阿迅叔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是阿迅叔哎。来，我来帮你啊。这有病，要有 case 哦。怎么，我赚钱的机会来了吗？看你们那么慌张，这时候是什么 case 啊？有人拜托你找人啦！什么人啊？他的名字可怪了。而且他开的条件也很怪哎。难道就是那个什么 everyday 吗？不是吧？那他开什么条件？他要找一个抛家弃子。抛家弃子？又是一个工作狂。工作狂？怎么跟我同乡？是。他的名字很特别。看看我看。哎，这是他资料，他等一下就来了哈。没人理。就是他哦，没人理。人理，你回来了。人理，终于有人理了。原来人理阿姨就是你吗？十年不见，你还是一样没变。你也是啊。拜托，我是说你的领带，还是要是歪的。
笑，但是